IGA Life 新生活有趣有聊有聊有料，单身小妹昨天看了一档新综艺，真是被暴击了无数次。节目一共邀请了四对明星夫妻，他们之间的画风也是截然不同。陈小春 Ramp 英采儿一上来就开启了互对模式，英采儿想尝试一下偶像剧般的相处，然而陈小春一句改嫁吧真是让人苦笑不得。父亲博人饼儿切个西瓜也要亲亲。齁甜张杰 Ramp 谢娜结婚七年了还是如同热恋一般。郭晓东 Ramp 程丽莎简直可以上演当直男老公遇上浪漫妻子的桥段了。回家路上一个发射爱心目光，一个逃避三连，真是小到肚子疼。然而看着看着，小妹发现直男这个词已经不能够形容郭晓东了。从先到片到照片，程丽莎都是穿着及踝长裙，主持人以为这应该是程丽莎爱浪漫的穿衣风格，然而并不是，就和郭晓东的规定有关。此外他对程丽莎的规定还很多，在老公写给老婆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被念出来后其他女嘉宾都十分惊讶，毕竟程丽莎和郭晓东结婚11年却没有一个人出行过，听起来就挺魔幻了，何况郭晓东还用上了私自一词，怎么听怎么别扭。更不必说括号里的这点我还是很满意了。第一集播出后网友的评价都是这样的，这些情况是真实存在还是剧本设定还有待商榷，毕竟郭晓东虽然规定了要穿着早熟，但在接机时程丽莎穿的是短裙还露出了膝盖呀。而郭晓东坦言自己之所以有这么多规定是因为从小就接受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一点小妹是相信的。因为今年年初时程丽莎发了一条本季是秀恩爱的微博，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直男癌的争议。程丽莎回忆了结婚后第一次随郭晓东回到沙东农村过年各种不习惯，小妹给大家划一下重点。一进村就被冷哭，上厕所只能去田野。二新媳妇要坐在家里接受所有人的检阅，拍头掐脸蛋以及能不能生。三女人吃饭不能上桌，但是程丽莎被特批了。最后程丽莎还号召所有嫁给农村小伙子的城里姑娘，小妹只想说为什么不能是爱她就陪她回城市过年吧。这个故事是不是很耳熟？还记得在2016年春节这条新闻的风头一度胜过春晚，虽然这条新闻后来被证明是假的，但是也将凤凰男城乡差异这样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程丽莎与郭晓东的组合就是很经典的城市女 X 凤凰男。郭晓东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农村，家里很穷，性格敏感自卑，而程丽莎来自武汉，是个城里姑娘，家境很好，父母都是公务员。然而两人恋爱时其实是程丽莎的追郭晓东的，甚至连求婚这种事也是程丽莎干的，这就让程丽莎十分珍惜郭晓东，也给了他足够的尊重爱和体面。到什么程度呢？郭晓东想回农村里结婚，还想要一个传统的婚礼，程丽莎立马答应。郭晓东心里还挺愧疚的，程丽莎却觉得这样的婚礼也十分的完美。婚后程丽莎更是淡出了影视圈，向其他妻子坦言自己已经十几年没有拍戏，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每一次郭晓东收工回来，程丽莎都会亲自到机场接他，十年如一日，以至于郭晓东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在家里他什么活都不用干，张口说就行，出门也从来不带钥匙，因为十年间无论什么时候回家程丽莎都在。生儿子时整个孕期都是程丽莎一个人，直到生产时郭晓东才请到了七天假回家。同样是怀孕，就和隔壁推掉工作陪谢娜的张杰因女儿大出血紧张到不行的父亲伯的确对比有点强烈啊，甚至为了追生二胎程丽莎打了100多针内分泌失调开始抑郁。英采儿很直接问出了问题的关键，
是不是你爱他比他爱你多一点？程丽莎心里也是个明白人，自己选择了婚姻，就丧失了事业，也丧失了自我，但是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崇尚的一个婚姻观念，那就是女人的被需要、被认可是来自老公的。所以他甚至把对婚姻的这一系列牺牲与付出总结成了自己的御夫秘诀，宠坏你。昨天晚上程丽莎也发了微博回应网友的质疑，表达的观点也是类似的。这样看下来，小梅导也不想指责郭晓东的直男癌，也不想追问程丽莎的恋爱脑。都说婚姻需要门当户对，但除了家世背景上的相当外，男人和女人还在互相的三观、阅历、性格、爱好等势均力敌。虽然这两人猛地一看差异挺大，但只能输一步降一步。程丽莎愿意去适应遵守农村来的郭晓东及他背后一系列的地方风俗传统观念，郭晓东也很享受习惯程丽莎给予的一系列关系和照顾。所以说我们只看到了节目上程丽莎呈现出来的焦虑抑郁，却看不到她的乐在其中。既然做全职太太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其中的幸福感也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了。不过小妹只希望在经历这次的节目后，郭晓东能够多多体谅妻子的不容易，在以后的生活中少一点直男癌，多一点浪漫心思吧。这里还有你想看的精彩。